哈喽大家好，各位 B 站的小伙伴们，春节快乐啊，给你们拜年了，然后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拥有更多的健康，更多的快乐，然后更大的进步啊，尤其是那些天天骂我的小伙子们，你们更迫切的需要进步啊，加油。昨天是大年三十，也是我39岁的生日，念到的这个数字呢都有点不真实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呢，人生就这么一眨眼就过半了，难怪说人生如梦。38到39这一年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也给很多人的生活带去了变化。生活的美妙之处呢，就在于你只要热爱它，拥抱它，愿意去挖掘，去探索，去经历，去尝试，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前方给你准备了多少惊喜。所以新的一年，去把你脑子里堆积的想法付之于行动吧，勇敢地跨出这最艰难的第一步吧。还有，如果你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春节一个人度过，如果你感到孤独，我希望你也能明白，就是孤独呢是一种心理状态，而不是生活形式，不是你被人包围呢就不孤独，而孤独呢也是一个人生命里最多最常见的状态。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里，大家都能学会去独立生活，学会和自己相处，学会和孤独做朋友。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能快乐呢，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也才真正的储备好了去面对外面世界的力量。新的一年，大家一起成长和进步吧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